哇，这水呢 ！Oh my god， 各位，我第一次开到这种山路上面呢。我还记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骑机车上去过，可是没有想到今天开车上去，感觉完全截然不同。那今天哦，我是想要带各位去海线吃一家我觉得很特别的，吃到饱吗？那等会见喽。往北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台中的山景奥莱这里哦。今天我们要吃的餐厅是位于奥莱里面。等一下哦，我想要去吃它楼上的火锅店。但是说它这个风格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哦，非常的流行，然后直到有一阵子它突然就消失了。那至于什么风格呢？我们等一下看了就知道喽。哦，谢谢。那这边的话，可以帮我选你的火锅口味。火锅口味这边。嘿。哦好，我要麻辣锅。你的肉品牛、猪、羊、鸡。我要牛，五花的。全火锅可以选辣度吗？辣度是固定的。这边的话，我跟您介绍一下环境。好。我们的食材可以拿下来使用，空盘子用完帮我放桌上，我们过来收。那如果你有等不到的食材，可以举手找我们加点。那再来是自助吧台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都关闭没有使用。好。我们会有餐车到桌边做服务。好，了解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哦。好 ，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入座了啦。只是没有想到说，今天这一家火锅店，它的位置就是跟吃那种呷哺呷哺的大小差不多。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怀念呢、啊。我的火锅来了，好小一锅哦。那今天我们在这边用餐呢、啊，应该是都不会离开座位的。那我们先拿一些它上面的料了，丸子类，还有这什么？哦，菇类，喂、欸，肠子，我们先喝喝看它原味会是如何。各位啊，这个汤喝起来它是有一种淡淡的药膳香，可是它却是香而不辣的辣油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是说我前面的盘子已经越叠越高，我们应该要开始煮了。首先下这个环粒贝，牛筋，还有趁着它这个汤开始滚的时候，我们先来涮一点肉片吧。哎呦，
我觉得它的五花肉品质它算是 OK 的耶。说刚刚我点的花枝姜还有鲈鱼那些东西都来了，趁现在一起下锅了。我们来试试看牛筋，哇！我觉得这个牛筋吃起来是非常的有胶质。还要吃一下反力背串，吃起来很新鲜耶。哎呦，好了，我觉得要节省这种桌上空间啊，我们应该要把一样的食材啊全部都放在一起。谢谢你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再给我肉片吗？你要什么肉？我要牛、猪、羊各一盘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我们不能让锅子闲着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鲈鱼。哦，各位，这个鲈鱼还蛮鲜的哎。然后它这边有手工花枝丸跟虾仁浆啊，欸，各位，我觉得它这个花枝浆里面的花枝又新鲜又大块，至于虾仁丸的话，就感觉没有那么突出的特色了。黄喉，
刚刚有点一份熏味棒的，但是我刚煮一煮，它全部都散开了。不过 OK 啊，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要散开的才好吃啊。这吃起来味道非常的浓郁，还有大肠。再吃吃小卷，它这小卷的口感非常的脆，这就是新鲜的口感。来吃一串大肠。接下来轮到我们的主场了，虾子。虽然说它的虾子应该是冰到有一点肉壳分离，可是它的虾肉吃起来是鲜甜的。那接下来轮到肉的部分呢？感觉它的羊肉并没有什么骚味，而且口感也没有那么软嫩。再试试看五花猪。软嫩的五花猪带着猪肉它本身的香气，然后它最后再跟这个汤味道结合在你口中，我觉得这个味道是个很舒服的味道呢。我们刚刚煮的那些丸子应该都是可以的吧？哎，好啊，我想要点瘦的牛跟猪，还有鸡肉，还有那个老油条，谢谢你。吃看这个，怎么感觉吃起来有点像狮子头的味道？
各位啊，感觉我们今天吃的速度刚刚好，我还蛮喜欢这种节奏的。好，各位，我刚刚加点的瘦牛肉卷也来了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肥瘦比例差非常的多呢，而且它这个感觉就是会那种非常。不过既然点，我们就来吃吃看呢、啊。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啊。它对比前面的所有肉类啊，它真的已经是柴到不能再柴的地步了。再吃点五花牛啊！还是肥一点的牛肉好吃啊！这种油条吃法应该是分为两派啦，一个是丢下去把它煮到烂，然后另外一派就是丢下去沾沾辣油就直接拿起来吃。你们会是哪一派呢？来吧，沾了满满的辣油。哦，它这个油条很香哎，感觉把这个丢下去煮烂的话，味道会很不一样哦。那现在再吃一下这个梅花猪肉。感觉它这个肉片比较适合拿来煮寿喜锅耶，因为它这个脂肪含量有点少了，它肉片就比较吸附不到什么香气了。那我们再把这个耐煮的鸡肉丢下去啊。吃到现在啊，我突然觉得它的肉片感觉都一般般啊，可是反而是它转盘上的这些东西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好嘞，各位，反例被串。
各位啊，这个油条吸满了满满的汤汁，而且这种煮肉软嫩口感我很喜欢呢。OK 啊，那我们刚刚煮的鸡肉应该也差不多了吧？来吧，鸡肉。哦，各位啊，它这是很软嫩的鸡腿肉哎。哦，刚好吃这种鸡肉就是需要这种酱料调配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算完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吃甜点了，因为时间看一看也差不多快要两个小时的用餐时间了。我们今天有特别拿了蔬菜，金针菇。我就觉得说它的金针菇应该是冰到有点干掉了，口感不是很好。好了，最后的回合。那各位啊，火锅部分已经剩这最后一部分的了，你现在补吃一下刚刚没有吃到的猪肉穿丸子啊。感觉就是比较 Q 弹的丸子而已啊，因为我刚刚我也拿了他这边的排骨酥啊，感觉好像吃麻辣锅应该都会吃个排骨酥或是油条吧。这个小卷实在是太棒了，
备要吃冰了吗？嗯，麻烦你了。冰的话，我们是供应双麒麟，还有冰棒。嗯，双麒麟是香草一个，冰棒是红豆牛奶，还有巧克力花生的一个。我三种都要，三种都来一个。嗯，好，谢谢你。我们刚好吃完火锅的东西了，接下来紧接着就要吃甜点了。我现在吃看这个红豆牛奶雪糕，接下来吃这个哦，这双麒麟好浓郁哦。那等等我结账之后，我们出去外面做结尾吧。讲到台中，大家想到的是什么？禁忌、骂脏。哈哈哈！没啦，台中啊，它是一个非常温暖而且干燥的地方。好不好？而且重点是他这边的人情味也是颇丰厚的。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台中最有名的地标，承载了无数的。他这个麻辣锅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，因为以前大概我13、14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台湾突然流行起来火锅吃到饱。然后甚至说还有一个叫做强强棍的那种回转火锅吃到饱，它那个吃到饱当初出来的价格是168元，好一假我爸假我送啊，就到现在全部倒光光了。可是今天我们在台中这边用了500多块吃到一餐回转涮涮锅吃到饱，而且说你真的会很忙，因为它的所有食材除了一些生鲜的海鲜肉品之外，它全部都在轨道上，你看到就可以拿。今天我觉得最好吃的火锅料应该就是它的番黑贝，再者就是卤大肠。就讲到这里，也许今天用餐环境有点狭小，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很舒服，来这边真的是享受着被服务的感觉。我觉得今天很可以耶。那这个点就也不用介绍，在台中也有停车场很常见的。那各位啊，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火锅吃到饱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了。还有，别忘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给我个订阅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